修理车违规左转被警方拦查，驾驶一下车全身散发浓浓酒味。到底有没有喝啊？等要不要停车？还是要多看看。驾驶站在路边苦笑，看着酒测器，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测看看，忍不住问远景拒测价钱怎么算？18万扣车。如果超过了是不扣车，如果是第二次拒测就36了，你自己算一下。酒测超标涉犯刑法，但不扣车，拒测扣车又重罚，驾驶最后牙一咬，直接拒测嘛。 OK， 好，不平，请问一下确认 OK， 好，十八万呢，惊被归啊。经拦查后，坦承有饮酒，该男子告知警方，他驾照已遭吊销。并且有4次酒驾记录，原来驾驶已经有4次酒驾前科，驾照早就被吊销，而且最近才刚被判刑，于是花大钱买自由，不想吃牢饭。记者杨树、王书宏，高雄报道。